妍姐，你会骗我吗？我这一生只可能骗你一件事，就是有朝一日我不再爱你。真的吗？从今往后，梅姐的事儿就是我妍姐的事儿。梅姐，咱们俩能相遇，真的是一种缘分。我真心的。 想好好珍惜你。我什么时候喜欢过纪晓欧啊？我都跟你说一百遍了，我对你没有感觉。求求你别缠着我，行吗？林静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在历程中的时候的话是不是真的？我忘不了，我越想忘记，那些画面就越清晰的出现在我眼前。我就是忘不了他。